帮我接个。好。来、哎、吗？你看怎样？等等，有坏人，有坏人。没有，我拿菜而已。哎、欸，你帮我再还找一个凤梨。哦。再找一个凤梨。哎、欸。上菜，上菜，上菜啊！来。再是那个、啊、三份西瓜，三份西瓜。OK。然后第一个我们第一个三份西瓜完，三份草莓。大哥，大哥、啊。我们这里缺菜、啊。我们第一个不是已经做很久了吗？没有啊，从头到尾你都没做啊。有啊，我一直在切综合过去、欸。可以可以可以啊！哎，我们这个上菜上菜。接个。然后等一下，凤梨、香蕉各一。好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大哥来接个，大哥接个。来，我们上菜上菜上菜。哎呦，香蕉再一份，花西瓜，香蕉 ，OK OK， 等一下三份香蕉，满满香蕉，香蕉，来准备上菜，来，哎、欸，给我那个综合、欸，我香蕉已经有了。香蕉、啊，没关系，我弄第二份，我丢第二份。再来是四个各一哦，四个各一，西瓜，然后香蕉、凤梨。OK。好。来，接着。好。来，我要上菜。我要打爆他们、欸。这个拿走。哦耶！打爆他们，拿一堆食材直接丢他们，不用管，丢死他们。把你平常的这个怨气有没有全部丢过去？送他们满满的食材，丢过去，不要输，用尽全力。这个好的给你，我拿到其他爆炸会怎么样？没有，就烧掉了呀。烧掉吗？没有呀，是坏掉。对，就坏掉啊。坏掉，然后嘞？就这样啊。就不能这样而已吗？他不会烧，不会烧。他不会烧，就是不能烧一台。哎呦，妈妈有用啦！好感动啊！是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、啊。哈人生好难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你哦？不好吗？很好啊，太开心了、啊！我想说，怎么又是你？真是开心啊！我这方好难哦，我好想要这种可以陷害人的位置哦。为什么都不是米米？给先给我米，直接丢进来也可以。小心走，完了。来一份米，然后等一下一个牛一个鸡。好。一个牛一个鸡。哎呀，好卡。OK。哎呀，没关系。牛鸡牛。好。加油。哎、欸，我这个花枝呢，我每次走这传送带都很危险。对，哇，我们是牛鸡牛，来，先给你第一单，送右边哦， okay. 送右边哦，他想顶你，你小心哦。我路过，我没弄没品。牛鸡牛，然后饭也有两个哦，饭现在全部都要来哦。我觉得顺你耶。来，你要上菜哦，右边哦。哎、欸，你别跑。好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左边直接上。来，然后来牛跟鸡，先牛后鸡。OK。先牛后鸡，所以。你还要饭吗？好。一直顺爷，我靠。然后那边的盘子也可以直接放、啊、放过来。盘子，好，给我盘子。可以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卡在右下角。哇，队友卡住啦。怎么了？这边走。可以。来，左边直接上啊，直接。哎、欸，换边了。然后等一下回来的时候顺便拿鸡啊，鸡拿个鸡，拿个鸡去上菜啊。然后我缺饭哦。好，拿给我的。啊，那等一下拿鸡哦。鸡先鸡后牛，左边我在左边。哎呀，没有，这个真的很难控的。先鸡后牛。没关系。你拿个牛过来，然后就把盘子给我。嗯。拿个牛过来，盘子给我。
有，盘子，盘子，放然后这左边直接上菜，左边直接上，然后再来饭，对，饭，然后鸡来一份，哎，推人，鸡来一份，我推，那个，哎呦，来这边先准备努力的上菜，在右边哦。对啊，回来的时候可以拿一份牛。然后你先上菜。来拿牛，你怎么拿饭？因为我按了，然后它瞬移了，我就。好，没关系。那盘子哦，这边可以直接上菜哦，这上菜哦，左边上直接上哦。哇，有两个，好棒啊！然后那个盘子。盘子，我放了。盘子，有。来，我妈，没关系。这左边直接上菜哦，可是要可能要小心换哦。有，可以啊，没了，要走远，然后等一下记得盘。来，回来拿一个牛，回来拿一个牛。你顺便哦。我很想顶他哎。完，你先上菜，把盘子拿过来上菜。对，啊，回来的时候拿一份牛。哇。慢慢来，你可以的。这个，拿一份牛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难控制。一单之差。MCO， 你到底摔下去几次？你自己几脚？我来不及了，可恶！本来可以再多送一个。对啊。你摔下去几次？真的，我真的尽力了。我每次走那个真的很累。他在瞬移的状况下，哎，人家都瞬移了。我也在瞬移，我靠！我们在比谁的瞬移滑。那为什么你瞬不过人家？我电脑没他好啦，人家200,000。你不是换新电脑？200,000呐，我受不了。哇塞！哪有那么贵呀？哎。减一半差不多，我不能选。我要按什么？按购买键。来，我跟喵啊一对一次啊。我要怎么动啊？你直接选红色。这样子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喵选对是 X。OK， 有了。来。1,2。受不了跟 MCO 变成太开心，跟 MCO 这样再继续下去会。这一关好难。会发疯。是一起做的小，而且一起做的。对，我去对面。要拿，主要拿牛牛。啊！没关系，牛。哦，看到没？它这里不能丢哎。牛要。好，那你用走的。凶。对啊，你看不能丢。没事。这个单。凶，我做地大吧。然后那起司也都要切。好，然后汉堡，等下你拿个高丽菜跟那个吧，番茄。我在里面摄影，所以我去找独木桥。这个拿 OK 哈。啊，这可以上菜哦，可以。等一下哦。一个番茄修。那你有办法上菜吗？还是我来跑？你来好了。好，切一些，切。我用摄影。放进去，再切进去。切好，我直接放盘子吗？然后再一个牛肉去拿牛肉，两个牛肉。这。不用起司啦！不用起司！你先。要起司。顺便带一个菜回来。哎，这个主要是牛啊，都要牛。好，你帮我拿肉。肉还缺一，你再去拿肉。然后我先哦。你先。走。然后肉。起司。好，帮忙。给你上。好，等一下是一个。等一下。全餐。我们从右边看过来吧。这边就是在左边时间比较少。多丢几个肉，可以，稳的啦。那个番茄跟番茄菜，这个是要番茄菜，哦、番茄起司。哎，这个菜没切，有一个切好的菜在地上。这里这个，对啊，真的。那锅你可以先用那个汉堡包接。好，盘子都在左边，你们要自己拿、哦。需要走过去。我放盘子哦。可以，这全餐。番茄跟菜中间哦。行。好。哎。你过。然后肉有了，再一个肉，我去拿肉。这个要。中间有一个汉堡好的。
对，他还缺一个番茄。去拿番茄的。番茄菜可以放吗？菜菜菜放。番茄有。你需要的那个牛肉，牛肉跟高丽菜。牛肉跟高丽菜。哎，下面好像也很猛哦。起司都要起。对，等下再一份起司。需要这个上菜。那个汉堡是起司汉堡，没错。然后我丢几个牛过去。需要牛肉，你回来就顺便拿牛肉。拿错了。一个牛肉汉堡，一个高丽菜。这个。那牛怎么还没？等牛。准备要跑。刚刚中奖啊！怎么了？等牛。被抢是不是？被抢！哇哇哇！对面的哇，抢啊！我讲，对啊，缺什么、啊？丢给他们啊！他们抢是不是？他们抢是不是？哇，这样对我们的、啊、哈，抢东西给你们的、啊，给你们的、啊，太抢、啊，太抢！500分抢必抢，抢必抢！就是有500分才要抢，抢必抢，起司多一点啦。70磅，还想抢东西、啊？我想说被他从一直尖叫。可以的，他还有空抢你的肉。拜托，我肉丢的左准啊，满满的肉啊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挑战一些之前的。做最后的回馈，我们再决斗下去啊！大家只会气死哦。对，妈妈越来越开心，吐血。哎、欸，刚刚做很多事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就对你很开心啊，没错啊。是啊。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、啊？你说，妈妈最喜欢哪一个 DLC？ 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想要做我不想要搅拌。僵尸、欸、僵尸那个敲门的那个敲门的前几集有请假哪一个？因为我记得有前几集好像刚好我就去台北，所以我都没有跟到、那个好在好中间哦，我还真的不记得是哪几集，可能那个好像是最一开始的。去僵尸是我们第一次玩吗？我没有，其实怎样就看过去有没有。僵尸我都在啊，僵尸我都在、啊。为什么没有 MCO？、僵尸为什么没有 MCO？ 我不在吗？啊，他断线，他那时候连续断线那个时候。啊，而且还有穿墙术，对不对？对。哎、欸，我玩这个真的，我有时候会很顺移，就是我想。不是你 MCO 为什么这么缺那么多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还是因为你今天的档案。你用到新档案啊？因为你新电脑新档案哦，就没有了。哦，原来是连起来的。你那个电脑记录档？我是把之前电脑记录档搬过来了。朱古力没玩过的不晓得哎、欸。修玩过水果的吗？我记得他是那个主线任务哎、欸，不是 DLC，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外找繁星，然后他都有玩过。对，不是 DLC 是主线。对，应该不是 DLC 有跟我玩。玩家，那我们来打一下那个、啊、有僵尸的，有敲门的。好，有敲门的是。我记得那时候有人玩鸡，然后飞去墙外面，然后再也回不来。就 MOZO 啊，气死你耶！有敲门，他们是会不一样、啊。好像就是那个100%不是吗？就是算趴的。哦，算趴的，所以要看算趴的。OK。啊，所以我们已经100%了。这个有敲门的，好像有，不止一个，有一个差一丁点啊，上面啊，上面这里100%，100%，哎呦，怎么这么牛逼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那你下不去了？哎呀，在城墙那里。